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セーパカク。哦，过几下塞。有时候估车就接203，他一年遇不到一台保时，他估了一台保时，又来一台保时。哎，所以其实保时，你看到、这个一年，你来这边一年也才遇到四台，有 GTI 嘛，207遇到两三台，然后208，然后这个五台啦，哦，平均一个月遇不到一台。好啦，不管3008，2011年 HDI。啊，这 HDI 就最阳春的，1600才有，新车119万，我都备好了。我第一次估哎，在成都。啊，最近下雨，车怎么都脏成这样？脏成这样，妈的，不洗干净再估吗？哦，不用啦，不用。我们看得出它的那个底蕴如何，不卖关子了。今天3秒就合体了，不是啊，3秒就破题。好，我们今天来底估的是2011年的3洞8，首先里程143000公里。2019年车14万3千，9,19,93,94,39,95,94，哦，14000一年，好，合理。听说这个客人是换这个 Land Rover EVQ 是仿 EVO 叫 EVQ， 不是啊，极光吧？极光好像叫极光吧？台山也有研究嘞，极光哦，自然生态环境长青苔啊，那呢？不是青苔吗？或者是喷漆？好像是青苔，那刮就掉了。好像是青苔，不要理它，再来就长出香菇了。我们拍一个标准版的，好，先假掰一下，看这怎么撞。那里程你没看啊？143000啊！看一下你有没有在听？你刚刚是不在。你刚刚是不在。我刚刚在。再找新哦，细胶管。有人问我，常问我细胶管有没有用？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它的耐压跟耐温都比原厂管来的高。如果我今天我开老车的话，我们的老车可能所谓老车大概15年以上。如果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在卖该车种的全车的细胶管的话，我都会考虑去做更换。它就是空气管，对，空气管是更没有问题，因为空气的温度跟那个压力都不会那么大。如果是水管的话，我会考虑换细胶管。那为什么只换那边，其他都不换？像这种冷门车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最主要，不要两个原因，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原厂太贵，可能要等掉。车主是一个蛮有 sense 的，非常的刚正不阿，又刚又正，又直又硬。想说你聊聊就知道他又直又硬。我们出社会做业务这么久，如果世人不明的话，哪还混得下去？我这一辈子世人不明只有一次而已，就是他妈让代山来上班。好，这都有贴纸，有没有？这里有贴纸。我跟你讲，它这边有这个原厂遮阳帘，我不喜欢这个啊。我觉得你原厂的门板，妈又挖一个洞洞的小。我跟你讲，泰山，我刚刚讲要懂得，目线爱好。你打开后门，你看到什么？你觉得要注意什么事情？不知道吧？所以，You are not me。You never know me. OK. 专业兵来。我挂兵了，真的是。没有，没什么意义，乱讲。不是啊，这个是车机吧？他今天来估车，他车上放了一堆这个废品，放在后座，还不是后车厢哦，代表什么？那给你看啊。不是吗？他要卖的。他要卖。他不是来估一估而已，价钱可以，他随时都要处理掉。卖掉。没错吧？车上没有任何累赘的物品，你有没有发现？门边有垃圾，有垃圾啊。然后没有一些家里的什么遥控器啊、停车场的贴纸啊、停车证啊，所以，好不好？当业务要一个基本的本能，当然不是叫大家说要视力眼，对不对？观察入微可以帮助你达成很多事情，所以我这辈子只看错一件事情。好，讲错了，讲错了，哈哈哈哈哈！不要一直讲哈。为什么这颗在这？它下面还有一颗吧？下面还有一颗，你有跟你搞玩一样，两颗备胎啊？啊，要不要查看看为什么这颗在这里？首先哦，看小师长知识好不好？这块板子可以承重200公斤，好不好？也是泰山，你坐上来以后，只能再放只小狗而已。你没有办法跟女朋友一起坐在这边，要不然最后断掉。不会啦，啊，没有，不会，不会，加起来没有超过。不会，你不敢跟我差，为什么坐在这边，对不对？对，我告诉你，一定是下面可能有改音响来干嘛。好，还有第二个可能。哦，看，差点妈的，等下被笑。
等下让长辈笑。还有第二个可能，嗯，轻量化。我平常没有在放，对，对不对？很小，敲给音、嗯，有没有？看小只长知识，看细节推敲福尔摩斯，我马西斯。没有 C， 没有 C 哦，再强调没有 C， 真的没有 C。如果 C 的话，天崩地裂，泰山被车撞着啊！他改音响，代表他平常就放在家里。他今天来租车，把他载来，代表什么？他要卖。他怕他破胎。没有了，他要卖了啦。他要卖了啦，干！你还傻住，干！傻住，反应都来这边一年了，反应还这么慢。16年的，17寸的。哦，贴纸哦，哎、欸，我刚刚没看后车这样的贴纸。哎、欸，看小师长姿势，3008什么意思？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不是两个零，它这是一个无限大的标志，对啊，无限 ，infinity。哦，不知道。无限。对。好、哦。好，这也有，这里也有。好看小师长姿势之三。我不知道在放什么。你他妈的这个小洞到底里面能放什么？不可以放。觉得这有什么？这个小盒子有什么功用的？朋友下面留言，好吧？你如果说做大一点可以放鞋子就算了，然后还做这种凸字型，我不知道里面可以放什么。两边都有。那前面有吗？你觉得有可能吗？我不知道，觉得没有。我看高度差就知道。哦 ，Airbag 蛮多颗的、啊，这椅子也有。给它绒布。哎、欸，它是没有天窗哦。它为什么做的像有天窗的样子？有吧？有吗？看不出来啊。看有啦，是天窗啦。天窗什么事？这样。嗯。好不好？有天窗啊，只是它是一个全景的遮阳帘的。好，大动作。没、欸、有看完了，没有撞，好不好？没有撞过。你柴油啊？对啊，柴油的、啊。你刚是不在？我在啊。我开头我就说了。你讲啊，你讲啊。1.6 HDI。哇，我天，我天。哇哦，给你满满的信心，不错吧？这真的是全景的，完全全景。哎、欸，不过它发动起来，它虽然是柴油的啦，它的那个怠速比我想象中还稳定，引擎声也比我想象中的来的。安静，嗯，而且我们现在是引擎盖开着的状态，我觉得这台车照顾得不错，而且你看它这个方向盘，啊，盖子换过，难怪那么漂亮，靠腰，RCZ 有没有看到？嗯，我之前有跟常常跟观众朋友在影片中分享过，我说很多这个车子你如果想要换成觉得比较有杀气、速杀之气，或者是比较好握，或者是比较这个操控感的方向盘，因为现在有气囊嘛，哦，气囊的这个整合的问题。所以赛车方向盘现在已经不流行，所以你要去找你的车种车款里面的比较精神指标的车款的方向盘来换，所以它就是 RCD， 第三 RCD 吧，嗯，好像有印象，懂，去找图片放在上面给我网友看，好，它是 RCD 平把方向盘，然后这里又有最喜欢的，符合手指头工学，这个跟那个 AMG 变形虫很像，它这个你看跟我们上次估的 Panda 一样，它只有 RNA。啊，看到没有？车辆周边哦，直接确认是德库大赛。哈，为什么是日文呢？我哎、欸，高级货，人家不认识啊。啊，汉字我不会拼音，我不会啊。车辆周边哦，直接确认是德库大赛啊。直接什么意思？干，你看我是不是被泰山骗？我他妈世人不明，唯一就是妈的跟我讲待过日本，直接不会念。欸、好。就这样好不好？看小师长知识学日文。好，按帅，他这个也是这个自手排的系统、嗯。那他那个 A 是什么 ？A 就是 automatic 啊，所以他停车也是在 N 档。我跟你讲，这个手机架很贵，可是其实我不喜欢。这拆下来哦，这个皮啊，就因为有印子，我不会把一些固定架在这上面。哎、欸，我刚把人家拆还没买哦。嗯啊，好，先拆下来看有没有印子，有印子扣钱啊。还讲哦，因为它这个皮质我觉得蛮软的，它的皮革这个皮质蛮软，我觉得应该会有印子，还好啦，嗯，还是有一点点，好不好？一点点，对不对？这边有些印子，好，快把它锁回去。
不过这车看得出来，真的，我觉得照顾的还 OK。可是你看它这还是会有一些大汽车，环保漆会粘手。你看哦，这边有没有？你看这边用指甲哈，有没有？有啊，痕迹。好，不要跟车主说。哎，没买过哎，最近怎么都估一些没买过的车？没办法，那这台一般的市面价是多少？你们在2011年3008哈，我有问过，因为我真的没买过，所以我有问过买过的车行朋友，那大概市面上来说的时候，大概在25万。好，那我先去理解一下。我上次教过大家，这种冷门车，你就直接问他，有没有去社团卖过？啊，他既然你看哦，他已经带着东西来，好，他把家当都带出来，就代表他很想卖了，哦，有意愿处理了，也代表他也许外面已经估过一轮，所以我们就直接先去看一下他的想卖多少，有没有自售过，有没有去外面估过，哦，一个数字出来，大家瞧一瞧就好。这25万的人，这车回来可以卖你35万，信不信？是啊，好吧，状况还不错。不是啦，不管状况怎样，市面上都是这样嘛。是哦，我跟你讲，一般车况好，车商或自售是这样嘛。他看大家都卖35万，不管我车况好车况不好，我也是要卖35万。而且他其实擦伤蛮少的，你看他车虽然脏，你看他保险等级都维持得很好。哦，就这边，你看，这边有，这边有，哇 ，T 摸啊，你知道 ，T 摸吧，好，都没有伤，我去瞧一下你。A few moments later， 我跟你讲，恭喜，我猜的真的没有错。他自己有在社团卖，他说，哎，这很好玩。我刚说25万，对啊，那我当然不跟你讲啊，我就说，哎，啊，你这车你有没有去自售去比过，还是你想卖多少钱，有没有个底啊？他说，哦，有啦，我之前在社团自己抛25万卖，结果他说很多人在约看车啊，约，然后最后有一个比较有诚意的跟他出22万，他说，啊，我都已经卖那么便宜了，外面都卖30几万了，对不对？我才开25万而已，然后来又跟我出22万，他想想说，我还是去卖给车商好，如果价钱也差不多的话，我宁愿卖给车商。22万，我卖想说25，那你就可以出高一点的。没有啊，干嘛？我为什么要出高一点的？对啊，人家都妈22万就要卖了，我为什么要出高？对，我们当下的反应啊，没有，这个现在车行在收，可能大概20万。是啊。哎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车友跟你出22，所以你要卖22吗？我可能没办法。他说，可是他希望是可以22万这样，就是一样价钱，那卖给你比较单纯嘛，比较简单啊，也不用在那边阿嬷巴宝贝猛将猛将，晚上下班了还去约看车，对不对？看完又要回去猛听猛爹啊，哇猛鸡哇猛鸡，哇，啊，反正哦，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我出来再讨论一下啦，22万有点困难啦，我是希望能20，反应快一点。听到这样，你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对不对？客人如果他自己一个数字，比如说嘛，我们本来想说25可以买，然后他讲22，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然是好买了，不行嘛，不行嘛，欲拒还迎，好不好？欲拒，哎，哎呀，这，哎，我去跟我们经理讨论一下。哎，小师你不是老板吗？干，我没有人可以讨论呢。我跟阿哥啊，没有啦，高级合伙。我说，我出去再把车看清楚一点，我再思考一下，我等一下回来这样。啊，现在我们也讲了3分钟的废话了，我应该可以再回去再21就得手，对不对？加一点嘛。讨论了半天，哎，好像还是有一些环保漆啊，有一些擦伤，轮胎好像也要换了，还是说我们也加一点21万？大家各退一步嘛。对，大家各退一步嘛，对不对？自己不退冷风嘛，一路退到台北车站嘛，好不好？好，我再继续跟他数21，稳的啦，我跟你讲。稳了啦，这一笔单，这笔生意是怎样？胜券在握了啦，好不好？我去处理。1 hour later， 已沽啦，已沽了，已沽了，拜托，哇，我是胜券在握了，对不对？好，我泰山，我们最后成交多少？21啊，没有22。他说：“哎，欸，小师。”他，啊，如果22，我还是回去卖他好了。没有，他说如果22，我还是如果没有如果21，我还是回去卖他好了啦。所以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
大家哦都讲得有情有义啊。嗯。啊，今天你三名拍谁，明仔三名拍谁，对不对？其实真的讲到钱，大家还是都是会有一点犹豫的，所以也不能怪人家来要门阿妈发嘛，对不对？也许这个二十几万对他们来讲是一笔很大的金额嘛。对啊。好啦，反正22啊没买过嘛，跟这208一样哦，这种特殊的车买回来跟大家分享才有意义嘛，在小师能力范围之内，会计。还有钱的状况之下，还有钱哦！我现在都先斩后奏。你确定？我上次已经借过一次钱了，你知道吗？是哦。我们要掉个几万块，应该还是 OK 的吧 ？OK 啊 ，OK 啊。赌神的名义就值2000万港币了呢。嗯。啊，我们小四的名义至少也要值个20万台币吧？如果叫你借我20万，你敢不敢？我敢啊！敢拿来。嗯。再车。可是我没有20万。再车交给干。你上次不是说你有？好啦，反正就先买再说了啦，钱的事情。好，过了，喝完这杯再说吧。嗯，那今天这个标致3洞洞8，我们终于又已估了一台车子，可以回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频道，这样我也比较好借钱嘛，流量高一点。我们声量高一点，要借钱也比较好借。对对，好不好？好，不然你们订阅就按起来。哎呀，要诅咒吗？不用，这次不要诅咒。这次的诅咒给你想，好不好？哦，狠一点的。嗯。哦，比如说啊，还要长青苔之类的。好，下次见，拜拜。拜拜。已故哟。拜。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以后拍照不是吗？耶耶耶，对不对？耶耶耶，对不对？我现在发明新的拍照手势。什么？三条腿是？啊，花头。好，新的拍照手势。三连拍。你不是应该要放在这里吗？好像。对啊。我感觉很闹的。拜拜，拜拜。